翻译三个了。新领来的马呀，属这个调皮。连长，你来吧。连长，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，给你吧，连长。刚领来的还不熟吗？熟了你不敢骑是不是？改。呵，这马还真调皮呀、啊。魏刚来了，老魏，上去试试。得了，连长，别逗了，我这脸不知道啊。老魏，上，上去嘛。别别别别，还是连长有把握，别叫魏刚试。对对对，好啊，你们呢？想摔我啊？哎，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，算了吧，他骑不了。我看呐，还是连长试吧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叫魏刚试的啊。哼，要说叫连长试啊，我可就得看着。要说我不行啊，给我。好，魏排长真行啊！看，看一排长的，看，给把马刀。再添点吧，老大。不了，吃饱了。吃好了？吃饱了。喝完水吧。同志，你们太好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。那帮土匪。阿爸，你说几遍了，怎么还说呢？我怎么不说？我要说，我还要说一辈子呢。同志啊，今年我一年辛辛苦苦打来的麝香，我从藏北到南疆来卖，可是路上碰到了那帮土匪，全叫他们给抢去了，衣服也给扒光了。要不是碰到你们呢，我们爷儿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。阿爸，咱们该走了。啊，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，我们走了。走了，老大爷。啊，哎，连长来了。老大爷，怎么要走啊？是啊，要走了。再住两天吧。不了，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。连长啊，指导员，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，可得到我家呀。去，一定去。好，去。好，我们走了。走了，老大爷。哎，你们就不要送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老大爷，走吧。再见了，老大爷。哎，老大爷，这次你们夜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了。好吧，就不远送你们了，祝你们一路平安。好，再见了，老大爷。哎，老大爷，老大爷，老大爷，把这个也拿上，有这些米啊，足够你们爷儿俩吃到家了。你们是，祝你们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再见吧，老大爷。连长，报告连长，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。好的，走吧，老李，走吧。老杨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，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，向主席报捷。对，团长啊，三连长雷杰来了。好，马上叫他来。是。这次是年轻的鹰抓两只老兔子，两只狐狸。鹰年轻，抓的兔子可不少。报告，进来。Ah!
北京。报告团长，我们来。好，过来坐吧。坐吧。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，葡萄干，吃吧。坐下吧。怎么样，雷姐？团长，高兴啊。好，坐下。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。现在，有一股国民党残匪，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，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，要往藏北跑。这股残匪，现在又和当地的一个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了。就凭这昆仑天险，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。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，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。往藏北跑干什么？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，他也不是我的个儿。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，在藏北急需力量准备复辟，因此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，就全部彻底干净地把它消灭。是。好，过来。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，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奔袭联络，要派强有力的干部纵作。是。这个人只有34挺轻机枪，没有其他重武器。我们坚决完成任务。还有，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，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。雷杰，你看什么呢？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？坐吧，坐下吧。这敌人数量虽然不多，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。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，当地的那个台报有很大的幻想。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。另外，关于自然条件，你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三执行叫张参谋来。是。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，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，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。是啊，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。指导员，就这个带给老何同志。报告，进来。团长叫我来。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？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，那是李指导员。早知道有超匪任务，前几多好，叫他给咱们带路。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啊？排长，嗯，这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，嗯，剩下这么20-20个敌人，还成什么气候？成天还东躲西藏的，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，要是不投降，就全把他们报销了，顶多费几颗子弹呗。看一个人的进步，主要是看他的行动。对呀、啊，在这次剿匪战斗中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。老周同志，在年龄上我比你大几岁，可是在政治思想上，你可比我高得多呀。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呀。医生。老周同志，明天就出发了，你还掏豆子干什么？人家老周说了，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。太好了。哎，医生，嗯，这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。是啊。
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，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。张参谋，你的想法很好，我和连长研究过了，把你分配到一排去，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。魏刚同志是个党员，四五年参加革命，一入伍就敢弃兵，人嘛倒是个直性子，打仗勇敢，有战斗经验。好吧，张参谋，希望你们今后要相互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好。哎，连长，正好他们来了，来，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，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见习参谋张忠同志。我叫魏刚。张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连长还有什么指示？没有了。张参谋，走吧，到排里去。好，我走了。好。老雷，来，你看，这是各班派送上来的决心书和保证书。嗯，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啊。郑队员，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，在咱们出发以前，请团首长来做指示。好。立正，向左看。报告团长同志，全连列队完毕，请收章检查。好的。同志们好，收章好。老周同志，你怎么样？又要上雪山了？没关系，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。好啊，老周，这根笛子还是从井杆山上带下来那根吧？是的。你到底吹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家老周说啊，还要吹到共产主义呢。对呀，我们要让井杆声音响遍全国。小玲，你怎么样啊？骑马能行不？报告首长，绝对行。我就说过一次嘛，那算什么？好的。老杨，他们出发吧。好。上马。出发。我们就这点粮食，拿走了，我们娘俩就得饿死。长官，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留下一点。你他妈干什么？长官说了，要弄不到粮食啊，就要我的脑袋。他妈的！阿飞，给我一块。他妈的！给我一块。混蛋！旅长叫你们弄粮食，
你们弄这个，这个他妈的能吃吗？嗯，告诉你们，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，我枪毙了你们。是快点！哎，你们抢的不少了，让他们给我们了。混蛋！你们他妈抢的不少了，还跟老子耍威风？来，走，走，快！混蛋！好，报告司令去。不好了，司令！什么事儿？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哥都给抢去了。到大山里，咱们可吃什么？狗东西！好货啊，把我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，把我给饿死吗？哎，这将来我还靠什么？我宁肯跟共产党拼。老兄，用不着拼，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。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，共产党来了，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。这是我的地面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怎么，老兄，你要名誉吗？老乡们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，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，跟你们借一点，将来再还给你们。小雷，我去看看去。好吧，一边跟上。是。同志们，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。是。老乡，老乡，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老乡，干什么？老大娘，不要怕，我们是解放军呢。是啊，阿森，老乡们，进来吧。老乡，不要紧的，过几天就会好了。哎，放心吧。哈森，嗯，老大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，连打带抢的。那帮土匪呀，抢走了我们的粮食，还打伤了我的儿子。他们还说是共产党。不，老乡们，他们是国民党，是一帮土匪，我们才是共产党，是毛主席的军队呀，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，是保护咱们穷人的。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。老大爷，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有大半天了，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。我给你们带路。不，你还没好呢，我去。好啊，老大爷，那就麻烦你了。
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？你不懂啊，老兄。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、啊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报告，旅长。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，离这多远？15公里左右。好，命令马上出发。是。哎，好机会，打个埋伏，干掉他们。哎，不行。共军怎么来的这么快呢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？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。来，把共军甩到这边，我们从这边走。连长，这就是那三岔路啊！啊，老大爷，谢谢您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司班长，哟，带些干粮，送送老大爷。是。不用了，这条道我熟。好，再见吧，老大爷。再见了。好，走吧。敌人真狡猾呀！一排长，哟，你看，这两条路，敌人都走过了。他们故意耍了花招，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。现在就你和张参谋，顺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，去进行侦查。另外，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，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，也去摸摸情况。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好。小王，哟，追！饭都凉了，吃饭吧。哎，好好。同志们都吃了？早都吃了，连碗都刷了。你快吃吧。那好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连长，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发现敌人。继续侦查。是，回来。老周同志，给他们俩打点饭来。好。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？情绪都很好，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。嗯，咱们出发5-6天了，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，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，
同志们急得直冒火。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。快到中午了，我看咱们该回去了。怎么着，张参谋，回去？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回去？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？非找到敌人不可。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。对，继续侦查。好，紧跟住我继续侦查。肯定是从这边跑。敌人怎么没了呢？咱们追的对呀。无论如何，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。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。那咱们继续前进。好，就走。走。敌人，快上山监视。战斗，先牵制住他。好，快走！王威，抓活的！报告情况，我在这儿牵着敌人。不，你回去报告，你受伤了。我在这儿牵着敌人，你赶快回去，你赶快回去报告。快，快，好，我把手榴弹给你留下。小王，哟，连长，你吃饭去啊？不吃了，指导员叫你去吃。好。小王，嗯，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？连长，那就是，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。连长，报告连长，发现敌人了，还不到一个马站。魏刚呢？他负伤了。在那儿牵着敌人，马上是。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，硬的。要是动硬了，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。好吧。
快走！先别动火，我们很尊重你。我们虽然信仰不同，可还都算是中国人吧。这次请你来，是想要和你们讲和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吗？哈哈哈！我是原马长官部下的旅长。那个呢？喊地面刘司令，长官，不快回答。长官说了，要少一点要我的脑袋。老兔崽子，你要报告去？不，我是要去接个手啊。把刀给我，给我。老大人，是你，快，快走。好，报告旅长，那肉完了。完了，端上来吗？真他妈的没用。不，我是说那老家伙跑了。嗯啊，跑了。真糟糕，混蛋！叫我们司令去，走啊走啊走啊！他妈的，吵什么？报告司令，报告司令，报告司令，他们人没看住，说是咱们给放跑的，抢咱们马肉，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。嗯？啊，好啊，在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，还敢捣蛋！我把话说在前头，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，谁要是在我这儿捣蛋，我枪毙他。谁骂刘司令的人了？就是他。弟兄们，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内部不能起摩擦，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，继续转移。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，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了。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，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。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存实力，打，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啊！我已经呈报过台湾，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。
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北扎根。大陆将来全是我们的。我就主张跟共军打。好啊，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。也对，旅长，弄不好可是咱们的祸害。老魏，报告连长，我回来了。胳膊怎么样？没伤着骨头。指导员，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。指导员，老大爷，情况怎么样？连长，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。嗯，恐怕现在又跑了。上药去吧。是。指导员，马上出发。好的。老兄，时机已到啊，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。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。老兄，闲闲身手吧，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，叫他一个也生不下。好，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，鄙人守右翼，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。好。哎，干一杯，祝老兄马到成功。瞧好吧，给我来。敌人一直甩我们，怎么在这儿摆开了阵势？李排长，哟，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面的小山头。张参谋，哟，你和小王 C 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，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，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会合，压住口袋底儿，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。指导员，怎么样？我看再给一排配备一挺机枪。好的，马上行动。是。没动静。把他留给共军，咱们直奔登云桥。好啊。弟兄们，准备冲锋！同志们，准备好，注意敌人冲锋。我是江河，向你报告情况。报告情况，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。右翼的敌人逃跑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右翼敌人逃跑了，右翼敌人逃跑了。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。喂，江河，江河，我是何山，我是何山。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。赶快往回撤，一定要跑，打。咱们出发了。
拉的王旅长，你跑了，本灯一枪。弟兄们，跟我来，留下。能够甩掉共军掉那个累赘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好，快跑，快是快啊，快快点是，快。要坚守桥头，防止共军抢。只要今天晚上截住共军，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。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，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。我宣布，给你们每人各进两级。是。狡猾的家伙，老雷，发动全连想办法，马上修桥。对，先给团部排报。走。敌人把桥一炸，很可能把我们甩掉。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，积极的想办法，争取时间，抢渡邓英桥。要的。同志们，你们看，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，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，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。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，那倒冲过去了。现在这么个小小灯阴桥就把咱们拦住了。对 对, 对，拦不住咱们。班长给我看看。班长，哎，班长，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，咱们班想出几个办法了。班长快想办法吧，咱们还一个没想出来呢。咱们是第一排，又是第一班，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，这一点是不能领先了。张杰发，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，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，担当抢渡灯阴桥的任务。对对，班长，我有办法了。好啊，你说说。李志宏，你去请求。是。刚才我印马的时候啊，我一看，哎，有了，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，里边坐上人，再找根木杆子，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，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？不行不行，那目标啊太明显，光挨打。你先别不行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小李子，把机枪筒给我。你们看，火力在这掩护，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。起重机啊，平平稳稳地把人送到对岸。只要人呢一过了对岸，那桥啊就算达成了。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？行是行啊，就是人悬在半空，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。嗯，现在咱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，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。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。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？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同志们给隐藏起来，先用这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。哎，要是真的有敌人呢？对呀，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，那边真的有敌人，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，可咱们呢也有火力掩护，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，把敌人死死压下去，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哎，可是桥这么长，怎么过呀？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。这好办，就用咱们支帐篷铁杆，把它接起来，用多长接多长，只要人先过去，那搭桥就好办了。啊，
射击！第一火力点，第二，第三。老大爷，小心呐！指导员，我打了一辈子猎，这回可打了敌人，非给我儿子报仇不可。老大爷，我们不单单是光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，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。那好，一排长，有，准备响动。是，同志们，把敌人火力压下去，射击。我们把登云桥一炸，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。昆仑山到了11月，大雪就把一切追击，能带多少粮食？哼哼，真是天随人愿。大衣呢？给马陪着呢。给不，连长，我在这放哨，活动着点，冷不了。冻着就完了。放心吧，连长，冻不着。就穿上吧。老魏，连长，怎么样？还是不喝？不是灌药了吗？灌了还是不喝水。
老哥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45了。嚯，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？我岁数还算大，比我大的还有呢。你看，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？嗯，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，眼也不花。这枪法嘛，我前半辈子打了猎，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。哎，不行啊，睡不着，憋得慌。怎么憋得慌？出不来气儿啊，脑袋像套上了紧箍咒，心里还直恶心。哎，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，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呢。来，得垫高一点。哎，这就好了，睡吧。小李，快抠，慢不了。哎呦，好动静。老大爷，还没睡觉啊？没有呢，跟老周同志说话呢。哦。哎，还不开啊？可得一会儿呢，山高，我不爱着。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。那再晚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？没关系，粮食都集中起来了。集中起来了。哦，每人就这么多了。嗯，集中起来吃，省粮食，还省烧柴。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，老远的一刻，那得多少啊？嗯，是啊。刚才我出去了一下，马吃不上草，有的也开始病了。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，老周同志。不要紧，有办法。好家伙，这就叫毛毛柴啊。这么细，在雪里就露了一点头，真他妈难抠，一抠就折。这天冷的，脚冻都打不起弯了。你没开会去？跟指导员请假了。马印了吗？早印了。记住，手脚要是冻了，可不敢在火上烤啊，一烤这脚就掉了，得慢慢的暖它，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，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，不管是什么环境，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。好啊，小林同志，有的时候我就想啊，我已经老了，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呢？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。可是我又一想，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的那一天。这样啊，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。
拉一把，把枪给他摘下来。是，给我米袋子，给我。不，不，旅长，我能走。叫。他妈的，要死了还想吃粮食。旅长，你看这山，一定要爬过去，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。这回呀，可算把敌人追上了。对，在雪山上他们可跑不了了。他妈叫唤了，旅长来了。弟兄们躺着吧，不要起来了啊。哎，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，等到了藏北再补复吧，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。好，休息吧啊，安心休息吧。大队走了。老何，嗯，还有一勺，不是一勺吗？两勺。魏刚打一勺。老魏，老魏，还有一勺。支部开会不是？老周同志，把我也算在一勺这数里吧。好。我也要一双。好，我一双。把我也算在一双的数里。我也一双。干脆不用说了，全都是一双。对。哎，老周，老周啊，刚才我可是不知道，一共盛了两双，我倒回一双。哎哎哎哎，同志们，这可不行啊，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，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。哎，小李子，我这个倒给你。那行。哎，同志们，把多的倒给他们。好嘞，我这倒给你，倒给他。来来，我给你一半，给你倒给你。好，我来给你一半。
同志们，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勺，要不啊就剩下了。给我。其实啊，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，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它。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？啊，老周也没法带呀。你看谁先添吧。来，小李子，你先添。连长，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？我不添。哎哎，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，打仗冲锋我带头，这个头啊我不带。我命令你添。连长，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，可叫我向困难投降，这个命令我不服从。嗨，同志们，现在咱们粥剩下了，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，这怎么能算向困难投降呢？连长，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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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不算向困难投降，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，消灭敌人呢。现在粥既然剩下了，每人就再添一些嘛。对，同志们，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？这没关系，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，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，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。同志们，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，残匪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，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。同志们，还是没人再添一点，别剩下啊。来，小青，二乙添的五，我和西的，你吃干的。来，抬头。运输队已经出发，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，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，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。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，坚持当然必要，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，怎么作战呢？我看是不是动一部分马料。指导员，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，你看咱们人勒一勒肚子，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。对，不能动马料。再说指导员，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。报告。进来。连长，电报。念给大家听听。雷杰，运输队已经出发，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，希望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体同志，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，红旗高举一尺，困难倒退一丈。4100公尺的高度，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，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，应该告诉雷杰他们，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，消灭他。老大爷，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？不远了，要绕山走啊，得个五六天。哦，要翻过去呢？要翻这座山呢，不下雪也得1天半。嗯，光上啊，现在雪又这么大，快走也得3天呢。嗯，3天，那还得爬2天。哎，越往上越陡啊。越陡越好。官卓们，弟兄们，
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。旅长，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。黑的白的？白的。混蛋。黑的。是黑的。有路没路？有路。那时候啊，后边有国民党白肥年，可有还没子弹了。这山呢，可比这山高啊！同志们，不管这些个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、啊。有人头疼吗？有啊。那是啊，人家说地势高，空气就少，空气一少，人就得头疼。哎，小王，听说爱吃辣子，吃辣子干什么呢？解决问题呗。哎，解决什么问题？这个呀，来吃了呀，嘴里就啊，这个年疼的。别闹了，快走！加油啊，同志们，跟上啊，跟上！张庆发，张庆发，你怎么了？啊，老医生呢？在下边。快，好，快！医生，你快上去吧，张庆发不行了。张庆发，张庆发，怎么样，连长？需要打一针啊。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，是不是？打。小王，拉匹马来。好。老大爷，骑上吧。来，连长，你这话可说远了。弟兄们都不骑，叫我骑，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？不，连长，我说句心里的话吧。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儿走啊，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，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。连长，我这点累呀、啊、算不得什么，咱们队伍赶路要紧，走吧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就走一段再骑。哎，走吧，连长。连长，敌人绕道跑了，在陡坡上300米的地方拐下去了。地图上没路啊。老大爷，山上不是没路吗？没有，山高他们上不去，就绕道走了。怎么样，连长，敌人就是凶包，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？你先别轻敌。老周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老雷，怎么样？连长，不用讨论了，赶紧追，别让敌人跑远了。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
带领一个班，顺着敌人逃路，快速行军，跟踪追击。咱们应该争取主动，翻过山去。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，挡不住咱解放军。翻！对，我们要坚决跨过昆仑山，消灭敌人。昆仑山挡不住咱，翻过山去。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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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玲，把那针药。同志们，何松青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。根据他的请求，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松青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接住，下马。小二，魏刚到了，陈浩来了。是，欢欢，不不，藏族同胞们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是毛主席的队伍。跑了，戴小胡子的，跑了。什么？这是他的帽子。戴小胡子的，哎，戴小胡子。对，那就是他们的头子啊。往哪边？那边。指导员，你先准备帮老乡处理善后。嗯，到位。听着，是。抓活的吗？连长，他不投降吗？小王，告诉报号员给团首长拍电报，残匪全部获胜。是。乡亲们，这些同志们是毛主席派来消灭这帮土匪、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。乡亲们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。老大爷，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了。哎，不，连长啊，你们还得送我呀。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把我送到家呀，你们都得到我家去。